礼佛时，有时会看到佛菩萨的形象很凶恶，而心中感到恐惧。请问这是什么原因？应如何克服？佛经当中常讲，境随心转呐。啊，为什么别人看到佛像都很慈悲，你看到佛像很凶恶呢？啊，那么一定是自己不善的心吧？啊，把那个相就变成不善了，这是真的。啊，就跟江门深博士水试验一样。哎，你善心，你看水的结晶回应的是非常美好。啊，你不善的念头的时候，它那个相就很，啊，那个现象就很不好看。啊，一样的道理。啊，懂得这个道理就知道了。我们自己一定要修自己的善心，心善、念头善、言行善，这就是《十善业道经》上跟我们讲的嘛。那你就没有一样不善了，都是在平常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里面认真去修行。啊，就把自己不善的，把它修成善就对了。